举办运动到这73周年，包括以后的白色恐怖，包括戒严时代真侪政治宣战，咱要求的第一是公布真相。这个创伤其实就是从228屠杀事件开始的，还有英雄家族案件、强迫症案件，很多都是还是保密的。今天呢，我们的228纪念活动，一方面是要追思，就是郑南榕先生、李正雄律师跟陈永庆医师在1987年发起的要求228事件平反，跟政府要公开事件真相的这样的一个勇敢的行为致敬。针对台湾近年的人权的状况呢，提出4点的要求。其中一个是要尽速成立难民法，那还有是民间团体呢持续监督台湾对于转型正义工程的进度。我们可能知道名单内有哪些受害受难的人，可是都忘掉了名单之外其实有许许多多，包括各位现在在这个摄影机后头在做报道的，你们的家族、你们个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创伤所带来的伤害而你自己不太有知觉。那我们要在这里感谢我们的年轻世代，一年一年的来接棒办理这个纪念行动。那更要感谢从当年为我们台湾牺牲了生命的所有228及之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及他们的家属。228掌控纪念行动宣言，唔通忘记228。73年前2月28的前一日，一个富人人被打着伤，一个过路人被用枪支打死。过两天，73年前的2月28日，大家来这抗议，要求政府交出凶手。结果是，咱伫这和中华民国的兵仔开枪扫射。伫这，咱的鲜血、咱的目屎，拢泼伫这个涂骹。228大屠杀开始的，唔那迄阵台湾人的性命，嘛消灭规个世代的台湾人对自决、自治的思考。无死的人，伫惊吓的乌影下底继续喘气，目睭金金看中华民国用政治、社会、经济、语言、教育制度全面殖民台湾。县刘金茂，基隆市王天才，基隆市陈进用，嘉义市陈显宗，云林县陈全，高雄市邓宗显，嘉义县陈宏玉美，桃园市蔡文清，高雄市陈文吉，宜兰县吕旺聪，基隆市李万水，澎湖县陈永克，长夜哭泣，嘉义市曾俊发，台北市张福胜，高雄市方黄墨，基隆市杨金莲，台北市连在他以前在台大读书的一些理想啊，是谢清凤，全部在这个名字。台北市吴阿虎，宜兰县郭永熙，我所思念的春芳，得知你安好，感到万分欣慰。不管多少黄金、白银或者宝玉，也比不上宝贝女儿珍贵。还记得这首歌吗？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儿女，物品没收也无妨。我的冤罪以后会昭明，缝纫机被没收之前，还想穿着你亲身缝制的衣物，白色的衬裤，短裤式有裤带，
以下向西库，缝制一块四尺见方白色包袱巾，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随时随地陪伴着。水田不要卖。